月底飞往北美开启世巡演唱会的 IDOL， 目前已经离开美国来到墨西哥站。不过他们的演唱会行程相当紧绷，在三个礼拜内已经跑遍美国九大城市，演出前还需要彩排等等，完全是超逼人。在墨西哥演唱会上表演到一半之时，舒华就一度身体不支倒地，由于其搀扶下台休息。不过为了粉丝，之后他还是回到了舞台上。然而他的状况还是让粉丝很担心，先前在校庆表演时，舒华也曾经发生身体不适暂时下台的情形。而他以前也说过，在刚出道时曾生过一场大病暴瘦，粉丝认为舒华似乎需要好好身体检查一下，也希望从北美回来后，在前往亚洲其他国家以前，公司能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，才能消化接下来的演唱会行程呢。